米粉我量上了没有？我已经好吃了。我先刷锅。谁喜欢的？好肉哦，两位哥，有点肉了。还有那道，那是那儿的吗？他结婚。多少钱？我们搞结婚呢，我们大喜之日。其实呢，他到哪里哈？我觉得好热凉子呢，我觉得好气。没老板吗？老板在哪块？我们一共点了30多个菜，好，我挺满意的。来，吃完了好，那么我给他们一个吃。吃完了，老板下班了。好久没吃到你们村的毛肚了。就是，全部要。千万不要顾忌这些东西，不出来吃，吃饱，喝好就好了。你们那些都是小问题。我今天我老板来衣服装，把我装衫了。哎呀，心有灵犀，别怪我了。那天我们在带点江湖人，不是那个火罗衫了。那火罗衫哈，给一个30岁的叔叔在手里，我说好尴尬。我说他那菜都不想放的。啊，加个白花。我才在领呢。给你们看起火锅了，就筷子下去。OK。然后再来个有点那个烤一下，可能买是能多一点空间了。然后再来一下这个干碟，好，那么直接起飞，就是那一下。我这也是，一口气嘛。那些菜我们都吃了，那些菜我们都打包耍主席拿回来，都吃了那个毛肚，对不对？对了，然后还继续，把它扔了。我靠，你莫给我上，我不可能洗的。洗了，我操！这是他们，屋里人，屋里人他们不来两瓶，然后他们骂我。如果带他们点点东西，点点东西，然后拿回去给他们吃。
快就吃饱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没猜不到你的嘛？没猜到的。好。到吧。三十多个菜，耶，黑到了，三十多个菜，五个就中刀哟，没事，起码还要拿两个，拿，该算钱都算钱，不要怕，该算钱都算钱，要得，对头，不要担心，要得好的。他说那个是那个。那个。